그들의 수많은 수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还是太废了，这版本就跟纸糊的一样，每个英雄都跟纸糊的一样，累赘，整个切手跟出了跟没出一样，半管那血俩技能就掉，俩技能没血，没有减伤。我看看我们一级团能不能打得过对面，我觉得差不多。可我直接也去干他一波不行。行吧，他们不来，不来拉倒。再把我主抓下，打完蓝 buff 就去打红，这是一个闪现的沙克。这个沙克我估计他应该能在中路多晃一晃。我们主抓上下，中不好抓。打完蓝打红，打完红打蛤蟆，然后往下路走。这下路洗掉的也太多了。把小丑翻我野，往下走。金克斯有加血，来直接上他 W 放了。他也不走了，你就别跟他点了，也行吧。上路赶开了，好，我们先打个戏。下路吧，难。直接上来，塞纳还回头点人，我都不知道他凭什么。上路炼金被抓，这无所谓。我们往中路走啊，这波。我希望你不要再被单杀，这波你有闪有点炎，你让他踩你。给我上来！他把踩都用过了，这不把他杀了？拿下就完事儿。
我通杀，节奏直接起飞。回去补个蛤蟆，继续往下走。那沙沟是什么意思？好沟，打死他，别让他腰子下来。哎呀，我靠！啊！你还上？你上干嘛？打个蓝吧，回头。先升个六级吧。我害人精！我靠！我跟那沙口打的时候，那个机器人自己夸上去死了，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机器人就死了。是假的吧？把他野区走。登个口。哎呦我天，好痛啊！可以杀，这杀口可以杀 ，nice， 下路给他推了。我这节奏那么起飞，才9-7呀。加速装呗，来个水银还不？他要去打上火系。这还能给个？哎呦，我这还给个那啥呢？中，漂亮！蓝给他打了。两个都打完，打个蟹，蟹打完，我们打个峡谷。小丑一来，啥也没有。
채날뛰고있습니다와红打了我帮赶开一波腰或者是来中跳起我估摸着应该能直接把他二塔拔了下路有人走下路塔也没了那我打个龙了啊那小丑才七级我们马上九级要啊要给你吧来这波往下走但是炼金怎么又死了中路可以来你这个是真的别在这晃了晃来晃去的、晃来晃去的别在这晃了跟我俩晃什么咱得给我装甲的不得给个火箭拜拜先把这无限给我掏死 A 一下呀这都 A 不出来吗操作是真的拉稀呀刀锋意志你是真的拉我发现回家回家出点啥呢收集者我好高收集者对螳螂来说加成不大没关系我有钱我们有的是吗你现在这野区我们这野区就等于无敌塞纳还敢过来我都没搞懂他凭什么过来打不住你们也打过小丑啊再见装备一会儿装什么玩意儿
僧。不给他们来点真东西，这真是不行了。我小龙拿了，跟我玩互秒。您觉得您是个吗？都给你了，我都不要了。走，打小龙去。我们现在12级，马上快13，对面的小丑9级。9级，就即使这个样子，我们家依旧是难打的一匹。发现了，啊，这个账号啊，有点那种的是，有点号不行感觉。这个号敢碰见人，这是有点问题，都是不注意呀。怪不得这名水友一直挡在白银，你知道吗？主要是号的问题。谢谢蓝炼汉粉丝的一个火箭，感谢蓝炼汉的粉丝啊、哦！谢谢蓝炼汉粉丝。加了，我们出装备。我觉得以我的伤害，应该不需要出大青云就可以秒人了。我直接来个夜印之风。粉丝来了，蓝炼汉粉丝来了，我们去上头找一下他塞纳。我直接跳街 W 啊，你干哈呢老鸡儿，这什么意思？腰的，我掏你猴子！把腰给他白了。你给我死！我掏！腰呢？把腰的给我掏了。打了溜 ，OA 又要秒我，你觉得你需居住吗？那旁边是不是有个小丑？你干哈呢，丑哥？红色的字是什么意思？提醒你已经玩了2个小时了，下来休息一会儿吧。